每个女生衣橱里永远都会缺少一件衣服，这是一套的。但日子久了，却发现新衣早已不再时尚。既然依依不舍，就来个时尚大改造。为了环境友善和旧物再利用，钟晴将在每一集中请来两位艺人设计师，为旧衣注入全新生命。看两位天选艺人设计师如何展现过人创意和造型天赋，化平凡为传奇，让委托人惊艳，让评审惊叹。依依不舍，12月22号起，星期四晚上8点，八频道。12月22号起，你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《依依不舍》。